完了，又完了，又完了，这下是真的完了呀，彻底完了，出事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麦克斯，这家玩具店，哇，发生了什么呀？好像彻底倒闭了。小伙伴们随机打出两个数字，就是你的考试分数。好吧，我也来试试吧，随机打出两个数字就是我的考试分数。哇，我考了99分，哇，羡慕我吧，小伙伴，你们考了多少分啊？真厉害，我考了99分，哇，太厉害了吧，你们考了多少分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小伙伴，这家玩具店倒闭了呀，小伙伴，你们不要笑，不许哈哈，不能笑，给老板留点面子吧，不然会没有面子的。我去，小伙伴，这家玩具店彻底倒闭了呀。哇，小伙伴们太可怜了吧，这家玩具店真的，你们看，哇，彻底倒闭了，小伙伴不许笑，不许哈哈哈哈哈。大家好，我是麦克斯，这是我最后的压岁钱了，小伙伴，你们有多少压岁钱啊？估计我的压岁钱要比你们多，评论区告诉我你们还有多少压岁钱。好吧，用我的压岁钱，这家玩具店又倒闭了呀，小伙伴们，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捡漏些什么卡包吧，这个你们想不想要？哇，这怎么回事呀？小伙伴们，不会是反卡联盟来捣乱了吧？你们是旧卡联盟的还是反卡联盟的呀？哇，这家玩具店又倒闭了，不会是反卡联盟来捣乱了吧？我去啊，这什么情况呀？哇塞，不是吧？太可怜，哎，这里面还有一包这个星辰，哎呀，不错呀，哇，可以啊，哎，这里面还有一包废品包，咱们拿回去拆吧。哎，这里还有这个，哇，还有星辰，好吧，那边还有好多星辰呀，哇塞，然后再看看，哇，这家玩具店倒闭了呀，小伙伴们，哇，太可怜了，小伙伴，你们不许笑，不许，哈哈哈哈。哇，这里还有好多星辰，哇，这是什么呀，小伙伴，这是什么？好吧，小伙伴不许笑，不许哈哈。这里还有好多传奇，是传奇。哎，这里还有盒吊衣，小伙伴，要不要把这一盒吊衣给捡漏啊？好吧，先不要吧，这吊衣太大了。看这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卡包可以？再看看有没有捡漏的，小伙伴不许笑。哎，这里还有，哎，还有这么多传奇，小伙伴，哇，捡漏了这么多，哇，再看看，哇，应该没了吧。好了，没了，小伙伴，老板结账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麦克斯，不许笑，不许哈哈，好吧。哇，玩具店又倒闭了，我们开始来拆卡包吧，第一包。哎呀，没有出好卡，来继续。小伙伴们，不许笑，不许哈哈哈哈。你们是支持旧卡联盟还是反卡联盟啊？来继续。哎，这是好卡，哇，这蛮帅的。来吧，我们开始拆。星辰吧，看看能出什么好卡。一张没有，哎，哇，给了一张赛迦呀，哇塞，这个还是不错的哟。背景卡，还一张透明卡，哇，小伙伴，这透明卡我不要，这么多透明卡。好吧，再来一包这个奇迹吧，一张 SSR 卡。好了，小伙伴，咱们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